Hello， 各位大家，我是艾尔咖啡。这次要玩的游戏算是山寨版的马里奥，它叫做《鲍勃的世界》。那就直接来开始游戏吧。这关卡好像哦，那么多关是免费游戏哎。会不会玩到后面就必须要我花钱了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是这个绿色的鲍勃，山寨版的路易吉。哇，他跳好高哦。跟第一关的格局有点像哎，那该不会是长大药水吧？真的长大了。那这个应该是水管才对啊，可是它好像没有蹲下可以钻进那个水管的选项。那敌人也是踩一下就是死掉了。我怎么变成红色的马里奥了？啊？哦，原来它这种形态是可以发射子弹的，可是好像有子弹限制。然后可以看到左边那些道具都是必须得看广告才可以获得。啊，这个金币有什么用？你好，我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，可是我必须得看广告。算了，不要看好了。我们不能帮助这种没有良心的游戏，这种抄袭游戏。虽然我还在这边玩。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差不多一半的距离了。那这个敌人不知道为什么像那种阔鱼是不是啊？还是那种瓜牛，没有壳的瓜牛。好多金币哦，我真不知道这金币有什么用哎。在马里奥好像是可以增加性命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又是一样这种跳台，跟那个马里奥一模一样。我没办法跑步啊，那个地方跳心酸的。哦，过关了，耶！那我们继续下一关。哇，这广告真的有点多。我还剩八发子弹。为什么我金币突然变500多个、啊？我什么时候吃过那么多个？为什么又变少了？哦，我射出那个子弹会减少金币、欸。不要礼物。其实金币我应该也可以不用吃吧？这次那个后面那个水管有长出一个类似像菜花的东西。我真的有时候就会很期待这种可以一直持续打出硬币，最后一个会掉出什么样的道具？难道你们不会这样想吗？哦，血还真的可以像马里奥的乌龟一样啊！真的没有什么东西。第二关就这样过了。又有子弹，可是好像最大的数量可以增加到10。我还以为只有5而已。我们只是走上面，好像没什么卵用。不要礼物。可是我有点好奇，那礼物会给我什么？其实关卡都有点简单呢，应该是给小孩子玩的哦。哦，打到自己，刚讲完马上就中弹。哦，这真的没办法跳过去，没办法助跑吗？这有魔王关吗？第四关一开始我们就在一个无人岛上，哦，这边要下去，所以还是可以钻的嘛。好，有那种第二关的 feel 咯，那什么姑姑宝贝，什么风之谷的怪鱼乱入啊。好了，这次看一下这个礼物到底会给我什么好了，我就必须得看这个广告。获得了一份奖励，啊，这是什么拼图？我获得了7张的卡片，可是我并不知道这卡片有什么鸟用啊。我记得
不是都会有那种第二关不是都有隐藏的关卡机制，就是有那种藤蔓啊，可以上去云层上，有很多的奖励关卡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。我的头还可以打真远，你们跑到最上面啊，好像可以哦。哎、欸，我上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吃到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底下是星星符号什么意思？哦，就硬币啦，谁就方块而已嘛。那我继续走上去，可以直接掠过他们，到达终点啊！我掉下来了。哦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上去一次，是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上去的？好吧，他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其实可以看到画面的右边有那个云层哎，可是我过不去。而且这一版好像是可以往回走的，我有没有机会可以走到另一边去啊？跳！啊，不行，真的是不行哎，可恶！哦，回走看看，是不是哦，在这里的、啊。哎，刚刚那个地方就是在这边，就在这个位置而已，所以我进来水管那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没有意义啊。我就过关了、哦，都没有魔王关吗？都一直是嘞，真的都是儿童向游戏啊。这怎么的格局跟第一关有点像、啊？我还真没吃过这个、欸，哦，这个是无敌的。无敌道具，可是他的声音没有变啊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变成没有无敌的哦，有那个滴滴滴的声音，我根本就这样无敌到底吧？哦，没事，没有。感觉变难了。我现在射出一个子弹，要需要50个金币。好，我们过关了。应该是小孩子玩的游戏吧？为什么都感觉那么简单，那么难一点的？哦，这是水世界哦，这还有水世界，太酷了吧！这抄袭的很彻底哦。这鱼雷哦，差一点就碰到了。可以吃一下这些金币。哦 ，shit！ 屁啊，我这样也碰得到，我都已经点到最上面来。哦，他会鬼马枪啊！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啊！完蛋了，鱼雷！他连那个声音都跟马里奥好像。主要是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鱼，就这一只鱼了，它会突然回游超快的速度，让你没办法反应过来。就这里，前面好像还有一只哦。我就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那、欸、过关了过关了。他下一关如果没有魔王关，我就不玩了。这样子真的很无趣，就是很平淡的关卡，然后这样子给你塞个100关、200关之类的。好，现在已经天色来到夜晚了，还是有瓜牛，好像。除了海洋有新敌人就没看过，不知道它不会掉下去啊。刚刚看到那个瓜牛壳，它是没有不会滚到水里的、欸，好奇葩啊！我跳不上去啊！完蛋了，有那个花，感觉有难度有提升，
先等他，等他出来。好，冲啊！哦，我差一点这个，哎，这个板子阴冷啊！等他过，这个板子很调皮哦，很淘气。跳，哎，过了过了过了。我真的很纳闷，为什么那乌龟壳不会掉下去？哎，过关了。关卡明显变难度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后面有没有魔王关欸。如果影片的成效还不错的话，我就继续拍这个游戏下去。那我就先玩到这边咯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